温慧龙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爸，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面对面说出对彼此的关爱，从小到现在我就让你们操心，而你们还是为我付出无私的爱。特别要对在天上的妈妈说，你永远是我存在的动力。爸，愿你心灵平安，身体健康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